到彼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西门要不要先说一下？对，能在比赛场而已，我还看到飞哥还蛮开心的，因为表示不用压力那么大，轻松一点。轻松轻松，今天不是世界赛。那飞哥呢？저도경기에서만난멤버보다는좀편한것같고요그리고직접만나니까되게잘생긴것같습니다아他说因为不是在比赛现场，所以他还是觉得比较轻松。然后像就是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西门，觉得西门还蛮帅的。哎呀，告白了一下是不是？但是两位知道，待会我们要进行是三对三的曹操深渊对抗赛，两位都知道吗？那先前呢，我们在 ROG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有四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可以和 Faker 以及西门来组队。那请问两位准备好了吗？好，那准备好了就就战斗位置。